部康打喺清朗公路逆线咁行，尾随仲有部警车添。呢部车星期六下昼俾警车追截，带住警员游咗大半个新界。佢之后仲入埋隧道。事发喺星期六下昼一点几，据了解，最初警方系喺上水鸡岭一带截查呢一部蓝色康打同发出告票，点知部康打逃走，先系去咗元朗，去到大榄隧道收费广场之前，又逆线驶翻去元朗方向，之后又掉头经大榄出九龙。期间又行经丁九桥，之后又去过荃湾，又入过大屿山。据了解，成个追截过程，佢曾经撞到一部车。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作危险驾驶同交通意外后不顾而去处理。